你走啊！你走，你走呀 ！OK， 来来来来来，我的妈！接下来给兄弟们上个普通店，给你一块。他都不想吃我了吗？你吃的东西这样吧，哎，小妹，黑松露火腿味的苏打饼干，这家不超市四十块一盒，这是一个粉丝给我们小人那个开饼的人，我能不能做出来？做出来了，我们直播间29块9盒，一盒饼10块，越吃越香，越嚼越香，停不下来。完了，全现在动物中心几百个客户，专门是给人吃的。如果说我们也可以做，你说你了，我给你，那随便就挂了。可能保证我做不完，没问题啊！我今天卖的一个问题，但是兄弟们，你们放心，我不给退啊！你闹！罗西反，站住！把刚才我跟我弟讲一句话，怪吗？啊，请特别行动模仿啊！我也不能浪费啊，我们是不能浪费的。你放心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吃的这个小羊炖卷螺蛳粉觉得不好吃，你到我公司来给我扇我一巴掌。你毕竟我媳妇儿天天半夜叫我来，真烦你了。我媳妇儿在直播间，我要抽她一巴掌。你看，好吃的起飞了，兄弟们，你看到没？36.9块三大包，69.9块六包上车。来过的时候试了50多家螺蛳粉，最终选了这家，是不是整个公司几百个人都说这个好吃？我直播录屏，只要有三只羊授权的，都是我自己的账号啊。那个你们都可以放心给我们。就是我有很多，你们看到什么营销号啊，说底下挂了个产品啊，你只要看我公司叫三只羊，只要是我公司三只羊授权的就没事啊，就可以放心购买。我这是什么？你是老妖来袭，40颗糖，停吧你！就他，就他，师傅就他。好，不想开业了是不是？你不想开业了？坐，我坐，你不能坐。我，警察，手刀，你在干嘛？在躲着？过来，站那过来。包括说我们这个卖货就给我们封号，你放心。你说以前他们皮肤就是差，兄弟，卖点开店打开链接，1400多万单。主要是因为他以前来的时候刚用，他是公关上来的，现在都用洗面奶都用这个，卸了卸妆的都用这个。你看我的办公室，我那个小那个卫生间里面都放了我很多东西了，我现在其他的都不用了，就这个是好用，真的很好用。什么油皮来的干皮还是敏皮都可以了，因为它是氨基酸，为什么可以？他从一个工厂科斯美仕的大牌子工厂，那别人为什么那个卖218，他们319一支就能入两支了？对，你记住了，那个218的，你以为成本值100多块钱吗？错的是代言费、广告费，他一年发给那个什么品牌代言，几年一代言都花多少钱啊？这个谁都没有代言，就我们卖。你看，科斯美仕，啊，兄弟，直接拍，39块钱，赚了钱了，39一支。可惜我哥为什么不是个女的？他为什么是个男的？他要是女的，谁能扛得住啊？有人能扛得住他的骚样？你瞅瞅，谁能？你那样子，是不是？骚气凌天，骚面天下，这个很大。大好白呀！小妹，小妹，让女的跳！哎呦，别挡住了，别挡住了！反季羽绒服，羽绒的东西反季买，别墅靠大海。哇哦！他说帅，在吗？90/125，啊，要不走上路行吗？90不好吗？啊 ，OK， 啊，给我好气啊！啊，兄弟，啊，来来来，哥哥来了啊！啊，你说英雄救美，哇！再讲幺七八90/125，兄弟，虽然这个夏天你用不上，但是你现在买的便宜啊，178买一件黑金羽绒服，而且里面还是黑金，还是保温的、保暖的。那你说你到冬天买这种衣服，现在178买件棉服都买不到，对吧？买件棉服都买不到，是吧？我直播录屏，只要有三只羊授权的，都是我自己的账号啊，那个你们都可以放心购买。
就是我有很多你们看到什么营销号，底下挂了个产品啊，你只要看我公司要三只羊，只要是我公司三只羊授权，啊，就可以放心购买。营销会，这个叫什么响？这什么？爆弹！快快快快快！你！我得泡我的一眼睛，不行，我喝眼睛水，快点水，拿水快快洗洗洗吧。哎，你自己看，看了就看了，死了，打！哎呀，慢点，打死你！别激动，打死！不好意思啊，他就是我死。来了没得，好不好嘛？我就问一下子，他来了没得？来了没得？来了嘛？来，对，什么都吃好，看啊、心情好，四厨，我们家四厨还有压边工艺，看好了啊！看看韧性，倒水，看倒水，就最简单的一个测试，看韧性，看韧性，来 plus 是吧？来一个 plus， 一个 plus， 再来一个 plus， 两个 plus， 三个 plus， 我天哪，兄弟啊，我跟你说这四个 plus， 五块钱一包的纸才能做成这种品质，好了好了，好，有不牛去了吗？来只要是我公司三只羊授权的就没事啊，就可以放心购买。一个，我们今天别人都四个一盒，我们来拿过来都是一，我们是三盒啊，三盒，五块，不是，要不提到哪个事情啊？爷爷，来，你俩别点，我换个点，换个点，我今天我也不怕了，我也不怕了，换个点，换两个就行了。小夏，来，够刚刚了。点真的我不会跑的，我要敢说一个步子嘛，来吧，你呢？开玩笑，这这玩意儿谁能停掉？不行，我了，我去看啊，一个小小的鸡蛋吧，来，把它鸡蛋放到这儿。就好像不在我和别的关系，那有没有答案？人们把羡慕的爱埋不住让你。刚才我们说这么多的鸡蛋讲。就说放在这边心里贴近自己。太假了吗？78，88，我家用的。我最近我可能做公司的时候我压力也很大，有时候不要睡不着，因为想的事情非常多嘛。然后他们让我买，我就把他让他把钥匙给我，他要睡，一会睡，他能让你很快入睡，我就看到这一点我就没买啊。我直播录屏，只要有三只羊授权的，都是我自己账号啊，那个你们都可以放心购买。就是我有很多你们看到什么营销号啊，底下挂了个产品啊，你只要看我公司要三只羊，只要是我公司三只羊授权啊，就可以放心购买。